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办这活动？大家一起出来玩呢、啊？没有，是因为你生产前最后一次，赶快出来玩。对啊，因为没办法说上山下海。对，所以想说今天大家一起出来玩，然后后面下个月就要待产了。啊，生完孩子之后要过大概两个月的休养期。啊，九月有还会有机会再办一次。对，之后还是每个月吧，希望还是每个月。我们是每个月都在录影。对。然后夏天的话是每个月都会办一次活动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再来玩。好，开心，耶、yeah! ！